是罗伯特先生吧？是的。你好，我是高阳。高小姐看起来真是光彩夺目，真没想到，这身礼服还可以这样改造。简单的处理有了大改变，风格完全不一样了。谢谢您的夸奖，我只是一时突发奇想罢了。可惜高小姐不是设计师，否则我都会考虑把你签到我们 D.K.K 旗下了。能得到您的认可，我非常荣幸。不过有件事情，我想和您解释一下。 哎，高阳，我能邀请你跳一支舞吗？可是那件事情要和罗伯特解释清楚啊！来吧，拿着，走吧。总想找个地方歇息，于是他选择停留在原地。爱情这游戏，总想换着方式进行，于是有了我爱他，他却爱你，而我在寂寞。 调得真好，看他们真像天生一对儿。我反复练习，把你忘记，让一切。